嗨，你好，我是彤彤，我今天的角色是黄蓉。我超能力哦，就是可以看到人家的 super power， 然后再来反弹回去。比较像是来我躲起来啦，因为我今天呢分析过一轮了，我基本上是不可能打得过两粒上镜 Cody 或者是 Luna C 的，或者是小乐的，这些男生我根本打不过 ，YBB 也可能抢过我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就留久一点点，留得多久就是多久。希望你们会多多喜欢这个影片哦，喜欢记得要告诉我们哦。最近玩手游啊 ，Crossman《射雕英雄传》。